为什么？你马上说不会是？我觉得很可爱、欸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啦，我有听到啦、啊、假的。他放地毯的那个超可爱的、欸，哎，超可爱啊！嗯，他可以吐小野猴水、欸，怎么的、啊？他可以吐吗？哎呀，好怀念啊！其实草泥马那个在限行版出了之后，会先让我想到小左脚。因为每次我在跟小左九说，你流口水，然后他就会靠近我，然后我就会退后。然后呢，草泥马跟狗就是把口水抹在你身上，狗通退开。看不到。欢迎加入 1.9.2 的版本，然后 IP 是这个啊，玩的是特殊功能战，可能是一颗星，对，所以好，加油，等你们喽。想上，不想上课，不想下礼拜要断考了，完蛋了，刚考完一回来，所以他是有办法那个吗 ？One hurt， 已经好了，你看牙医已经好了，对，我已经弄好了，我已经弄好了，好，这次大家开始就一颗星了，没有，大家开始会慢慢扣到一颗星，又是什么新模式啊？一颗星工程站。等一下就是啊，我出去了啊，我回来了，还是别挨饿工程，让你们所有人都体会到我的痛苦。欸，他饥饿最多可以到多少？饥饿最多到多少？你说那个效果吗？嗯，你还要肚子饿？不要肚子饿，别挨饿工程站，冻死，别挨饿工程站。那样会玩不下去啊！饥饿工程站每挖矿挖一下就要吃个肉，这个是会那个啊？你这个上次是不是那个的那个啊？哪一个 ？G O D R O O K 这位，对 ，G O D 超级，他就是让汪汪俩工的那一位，我记得，真的假？真的吗？就是买巧克力，你拿追击之箭射他，会很多东西哦。追什么？追击之箭啊，好像是啦。箭，所以他玩过。如果他的外面皮肤没破皮的话，你玩过内阁就别再来了，他已经在内阁啦。他还没开始就在内阁，谁在内阁？那位霓虹，很像霓虹灯的，霓虹灯玩过又会很难射到，有没有？你们换一下，射到别人了。哇，他走位好好，我都没中哎、欸啊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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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 了, 中了，没东西啊。他应该是没拿到外面盔甲。哎呀、啊，请他换下一个。劝举。来，大家准备去抢房间。嗯哼哼，哎，怎么打我？我以为允月进来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哪一个？选队伍，选队伍，队伍选队伍，静音啊！看来真的是哎、欸，对啊，旧的允月，旧的没有，他是旧的，哎、欸，他是女的吧？他是男生吧？他是零，他没有那个发夹。哎、欸，他是哪个队伍？大家可以再去加。选队伍，没有发夹。选队伍，选队伍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会连哈基也在打我？哈基有几人？哇、啊！你没选队伍啊？选啊？你会选队伍吗？怎么选？拿起你的书，按右键打开。大家可以去抢村民的队伍，村民负一。一首密码是 one h e a r r t heart。哟，有人了。那个，然后被踢掉。Hello， 欢迎抢到新的来 IP 跟版本给你新来的连奇魂，哎，等你喽。你
你看你们还不选队伍，真的是。你刚才没有选啊，在那边。没有，我刚好，对不起。谁打的啦？哈基是你啊？谁啊？谁刚是做什么？哎、欸，是谁打的告示牌？我刚刚是看到 VOD 有你在对我挥手，我不知道你在干嘛，切回来就被锁住了。VOD 还不离开，我已经说了，走啊！请勿拍打我。啊，那个玩过就请换人。我太厉害了！新的观众一起玩。哇塞，你自己跳进去这样对吗？对。哇塞！内有萌物。哎、欸。选队伍，选队伍还是对我而言比较适合啦。选队伍，你还是下去好了。其实我们刚刚那一场是抱着说啊，反正会是随便玩的心态在玩的。对。什么？等一下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真的有进步啊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啊？每次我都在那边亏我，为什么？赶快选队伍！不要打我了，对不起。好，我没有进步，对不起，不要打我。好了，全部都选了。好了吗？哎、欸，大家都选好了。嗯。那准备了吗？好。好、哦。所以一颗星嘛。可以好。好、okay ，期待哦。颗星都是。这样有人敢往前冲吗？这样挖矿的话，要先把那个守家的打死才能挖哦。守家的打死。我先把队伍那个伤害打开啊。对，队伍伤害必须要打开。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你们规则改成怎样了。玩就对了。进去玩就知道。对，你进去就知道怎样。有击杀敌军的任务，你就自己知道要干嘛了。对。我是击杀我方吗？对。汪汪巧克力跟兔子，他们减二。他们的 RC 有人跳掉，可是他也没说，我不知道是谁。五六七八九，九个，九个。欢迎我可以旁观，因为我很饿，我要吃饭。奇怪，你被调饥饿度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被调饥饿度了。我现实中很饿。饥饿度。哎、欸，你的衣服是外面涂层哦。对啊。好吧，准备 go go。哦、想说你外面涂层，我记得是加头发。哎、欸，那个兔兔，你要按 go go 我退掉了吧？兔你，哎，兔，我没有，哎呦哎，你要按 go go 好，好出发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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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在那边偷打我，嘿，哎、欸、没有，跳马兵，跳马兵，好一直在跳马兵，好饿，好毒，好毒，好怪，好怪，哎，哎，队友伤害有开吗？有不要杀自己人！小雨，你是不是那个？欸欸、对啊，我卡都是跳出去了，我不要，我看到我伙伴在互杀。没有没有，这是练等级。为什么？不是，为什么是你杀我？没有哲平，你听我说，这是练等。杀人有等级，有没有？杀我吧，好。哎、欸，那我感觉开隐形。那我不想杀你了。感觉开隐形蛮好用的。不能隐形啊，你血没有满、啊。隐形不了啊，太二。隐形不了。杯子扣啊。哦，四个月。这个我不行啊，这个我太卡了。哇，我们要丧失小雨了吗？我好卡。No。你先切换成 Game Mode One， 你也会卡吗？好，我看看。因为有可能是。改一下，改一下。对啊。是效果一直在跳，所以我太卡。对，有可能。哇。哎、欸，不能吃，吃就会卡。对，谁这边看到？东西会啪啪啪。对，不能吃哦。不能吃，吃了会啪啪啪。对，可是吃食物反而会啪啪啪。啪哦。如果饱食度全没的话，会死亡吗？哎，好想试试看。哎呀，这个是什么难度啊？困难吗？因为这个是极限，死了就没了。其实有没有穿装备已经没有差了、欸。没有穿被仙人掌刺死了。
仙人掌是死的，太霸气了！仙人掌，仙人掌 OP， 仙人掌战法，仙人掌防守，防守用仙人掌，仙人掌。那个绿绿的带我们的东西，快打他！喂喂喂喂！我打死了，但他身上没有掉东西。跟你讲，这武器狂挥就好了，反正伤害也没扎，挥到就死了。对对对对，干我三连杀，好爽！哇，这个杀人游戏，哇！哎，那个刚复活的血太多了，打不死啊！哎，复活血速越来越快啊！血太多，血速度越来越快了。我决定不弄了，我也要去杀人。哎，谁杀哈记？说，好痛哦！哎，我觉得真的不用弄了啦，反正一下都死了。不用弄了，哇 ，double kill！ 要浓弄那个隐形药水就很 OP 了。哦好，可是隐形药水不能弄啊，最后一滴血的时候喝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隐形不行啊，对啊不行啊，对，哎最后一滴血不行啊，哇不行，那我要来观战，哎为什么小雨可以开创造啊这么猛？小雨你创，我完全没办法玩，我来观战就好。小雨你创造会那个吗？哎没有，那个老妹你是卡卡的，老妹你在上面帮我们一直撒那个都会卡隐形药水，然后我们就一直没有隐形，没有隐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会闪烁哦！啊，后来换了，不是网路好了还这样？没有，我刚有看到三连杀，三连杀，不是连杀，我已经，我已经，我好想喝牛奶啊！喝牛奶没用，喝牛奶没用，解掉还会再有，跟熊妈一起练的哦。会会被护死，奇怪 RPG 的感觉。乔妈落马，我落马了。晚安，要休息，赶紧去啦。为什么？没有没有，你不是在放东西，我帮你。乔妈，你先。哇，乔妈，哎，他从刚开始叫你乔妈，哎，会，哎，护士，他霸气啊。妈妈，原来是妈妈。妈妈，他从刚刚我们那一场就是说乔妈。真的，好烦哦！从来不认这个孩子。我的画面流露在外的孩子，好卡，是超吵的。真的，我把他声音调掉，超死。不要，为什么？这算音效吧？音效，音效，音效。不是我，我以为要把我声音调掉，哎，吓死！我有被害妄想症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我觉得这也是好主意。不要，不要！我觉得他上不去，他上不去。哎，我觉得也不用挖核心啦，就杀人就好了。感谢莫雅丁了，来啊！我们撑到第四阶段嘞，哎，我们蹦掉一个，你也蹦掉一个，有有有，斧头就好，斧头给我就好，斧头跟狗，哎呦，嘿。这是主音量吗？我连主音量全部关掉了，超吵，他应该是那个吧？真的超吵，我看一下。好了，这要这完全没办法挖，这要等到第四阶段吧。我觉得，哎，我到时候能就长哎，对吧？玩家音效，玩家音效，玩家音效，对，好，把它关掉，它真的蛮吵的。哎，超。你要把，我觉得不用穿装备了啦，你们怎么想？对，我也觉得不用穿装备。杀杀杀杀杀杀，谁杀哈记报仇？嗨。你不挖红石吗？我刚挖。对啊，我觉得可以有功有功。不是繁星，哈记，这里对不起，这里对不起，汪汪这边，哇哇，这样不够够玩？可以啊，就继续挖。好，上。你挖，然后我保护你啊。好，对啊，我打不到。这个是必须的。稿子好像哎，稿子会太快，会没有伤害的样子。你想要打，我告诉你，泰米我最会掌控，还是可以打到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没有核心过，不要这样子。没有没有，测试测试测试一下。哎，那我要用皮革帽子杀人，感觉还是用剑比较容易。感觉这时候用八门金锁阵，不要再八门金锁阵了，不要再用那个了，太可怕了。仙人掌啊，用一堆仙人掌。用哎，还是蛮厉害，还是蛮厉害的。仙人掌，我觉得像那是刚复活的，复活的刚复活血很多。好，我决定用仙人掌攻击啊！好，我来弄那个仙人掌。没血的，会，哎，没血的没问题。
欸，那个好像特殊装备、啊。还在扣，那还在扣，那个有血，那有血。快跑，快跑！好晃，好晃，会晃会。哎，double kill！ 哎，躲在这里，来的就是没血的。会，又来一个！哇！我要守住我的连杀。看我拿皮革帽子帮你们报仇。